今天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狮子，真是立刻让我想到了世界杯。那这次来个足球主题吧，做一个手机支架好了，用粘土捏一个足球。看球赛当然得准备好多吃的啦，这里有一个超精致的可乐呢，再来一桶爆米花，还有绿色的球场。选好材料了，我们去打包吧。